早晨起床，拥抱太阳，满满的正能量。哎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狗呀？哎呦我去，这小黑子长得挺可爱啊。哟，看起来年龄不小了，都长白胡子了。你看，这谁的狗啊？这你家的狗吗？这什么狗啊？什么多？你别离那么远呀，你过来，我听不到。这什么狗？拉布拉多。拉布拉多不长这样呀，你看这个，还有这个铁包金子，这身上还有点花，你看这应该是杂了吧，这不是纯种的吧，我的天哪。你看品相，别提品相了，先把它搞清楚到底是真拉布拉多还是假拉布拉多。哎呦我去，哟，这条还行，你看这条是纯黑色啊，看看这也没有白胡子也没有黑脚，你看这条，这条也黑，黑脚挂白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什么狗出的？这个是哈尔滨什么的，这个狗是那个狗，公狗不是拉布拉多，母狗是拉布拉多。对对对，那你这癞蛤蟆怀青蛙，长得丑怪的话，你倒挺会配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公狗是啥？罗纳吗？那是什么？纽波利顿。哎呦我去，那怪不得。那这真是万串之王了，知道吧？这个纽波利顿是很多的品种的狗杂交出来的，大肉嘴大树袋，那爪子，我的天哪，那简直就不要提了。那真是这个纽波利顿配这个拉布拉多，那你这是这癞蛤蟆趴在角路边冒充迷你小吉普啊，冒充拉布拉多。多少钱这一个？多少钱？500，你也真敢想，纯种的拉布拉多才多少钱？这还串啊？啊，你这样吧，再说一句，能让多少？听一听，报一个，一个，多一个都不敢要。400，让个零行不行？40块钱，啊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这串的，我的天哪，太厉害了！这啥拉布拉多？我的天哪！这人家自己也说了，承认了，对吧？父亲是纽波利顿，那是万串才能成的纽波利顿，母亲是这个拉布拉多。你想一下那个画面，一个180斤的狗和一个70多斤的狗在一起，我的天哪，这小狗这条长得还有那么点意思，但是其他的真心话，真的就是一窝小串串。100块钱吧，100块钱我抱一个。啊，不行。不行，那我再看看吧。那你这是太串的太厉害了。